Hey yo,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 Billy。今天呢，我就驾车去 shopping mall 那边看看，因为在马来西亚的疫情的情况下呢 ，shopping mall 是不可以开门的，所以我就带大家看一下现在的 shopping mall 到底变成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也整一个月半、两个月没有去过这些 shopping mall 买 grocery 啊，通常都是我的家人去买，所以现在我就自己过去看看。到底现在的 shopping mall 变成什么样了？顺便买一些 grocery。OK， 我们到了过后见。OK， 现在我们就到了马来西亚最大的 shopping mall。OK， 我们就去进去给大家看看啊。因为我在 Facebook 那边啊，看到那些有很多人啊，就 post 那些照片讲 shopping mall 啊，很静啊，没有人啊，死气沉沉啊。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看是真的有这样回事啊。现在我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马来西亚最大的商场，它的名字叫 One Utama。平时这里是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就是基本上非常满了，就这一整条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眼镜店、这些服装店啊，全部都不能开，包括这些都是食物啊，食物比较可以开。像这种自助餐厅就惨了，这种餐厅这种肯定是不能开的嘛，因为外卖也做不到。没有我想象中的少人。可是比起就是没有疫情啊，就是普通情况下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少人了，真的。OK， 这个是一间比较出名的我们的一个面包店，然后我们进去买一下面包。去那边看一看。你看这些全部都没有面包，平时是很多面包的，因为我常来的这间。一百多人排队哦，全部来这里买 grocery 的，西北长哦。那个队伍到这里大概有四间店，在前面那边 grocery 的，非常的多人。看到这样多人，我都怕，直接走。因为现在马来西亚每天这样一万多单，然后一万五千单，然后过后我看很快就会突破新高了，所以。走，先回家先。OK，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最大的 shopping mall 的一些情况。OK， 现在我们就回家去吃我们的面包。Hello， 大家好，我回到了，所以我开始 enjoy 我的面包，还有我买了一个东西，现在开给你们看。在前方来吗？走。这样。还有面包，面包我等一下才吃。OK， 先吃正餐。还不知道，哇，我看一下。Oh my god， 这个是一个 burger， 非常漂亮的一个 burger。先把开箱给你看。Oh my god， sounds good。OK， 这个来，这个汉堡，一个非常漂亮的汉堡。OK， 这个是猪肉的，猪肉汉堡。跟你讲，猪肉汉堡。
looks really good, bro.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鸡扒 with Thai sauce， 看到吗 ？OK， 所以我就淋下去啊。Oh my god！ 哎呦，口水都流了，真的是。还有薯条，还有薯条，给我倒出来先，不然等一下它软掉。先倒出来薯条。那我的 burger， Oh my god！这个 burger 很漂亮，看到吗？哦，先吃一个薯条。嗯，我奇怪，这好像没有少一个东西，原来这个 sauce 一定要的嘛，是不是？吃我的鸡扒，先吃一个鸡扒，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鸡扒，This is so good， so good。嗯，再吃多一个。重头戏来了 ，burger， 来给大家看，里面有一些 pickle， 然后有一些 cheese， tomatoes， lettuce， 哇，面包，还有一些黑芝麻、白芝麻，完美，来一口啊，大家，嗯。哇，太好吃了！哇，它的那个本地很 juicy， 然后还有那个黄瓜，然后那个菜综合的那个味道，然后那榴莲很香，然后那个本真的是太 juicy 了，来一个，嗯，再吃个鸡排。这个鸡扒炸的东西通常都是很腻的嘛，但是它加了这些泰式的那些酸辣酱啊，然后还有这个，青瓜，然后还有这个洋葱啊，嗯，就这个真的好吃。哇，真的是一流！买这好像有点太少了，得用手。这是猪肉的，它有牛肉，它有鸡肉，你们可以选啊。因为猪肉其实在马来西亚比较少，所以我就叫一个猪肉来试看，没有让我失望。嗯，没错。西北大哥，大嘴哦，不是，一口，一口啊！嗯，这个真的是有水准。
我发现这个炸鸡啊，一定要大口吃才爽嘛，小口吃好像不凉爽。然后来一个大口，大口啊，看到吗？34块一起啊。正餐吃完了啦，现在就要吃我刚刚买的面包。面包是我的最爱，我跟你讲，面包我真的是很喜欢。我去到哪里，我看到面包我就是买，无论什么面包店，我跟你讲买吧哟。Yes, baby。先吃第一个，这个是嘟纳的嘟纳 Petro。其实我没有吃过这个，但是因为我看它包的很特别，然后我就买了试看。很久没吃面包了 ，My God！ 啊，哇，里面是冬辣，这个三块多。这个真是，是马来西亚人喜欢面包的，一定懂啊！没那味呀。轻松轻松。第二个，这个我要说，这个是我的最爱，真的。在冷门那我一定会买的，就是这个。它后面是一个蛋皮，有蛋的东西我就很喜欢，我很喜欢蛋。OK， 真的。它里面就是面包，然后夹着豆腐，然后夹着菜，然后面包一层蛋皮。这个我必买的 blueberry， 这是老人家的招牌，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好吃的一个。满满的 blueberry 一样。上面是酥皮，然后有点 almond 啊，像 raisin 一样。好吃。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吃了非常满足。一起去大海洋。